唐太宗李世民年少时身体不好，他的父亲李渊就到寺院祈祷菩萨保佑，并在李世民病愈后造了一尊石佛以示还愿。李世民继位后，虽然表面上谨遵孔孟，但实际上对佛教表现了异常的热心。他以报母恩为托辞，在宫内建寺院，施恩于人。佛教在唐太宗继位后得到了大力扶植，他几次诏令全国有寺院的地方应适当令人削发为僧尼。公元629年，唐太宗诏令为隋末唐初之际在各战中阵亡者建立寺院，为阵亡者超度灵魂，显示他怜悯恻隐之心。唐代中外交往空前繁荣，玄奘法师就是在中国和印度等国的文化交流中做出杰出贡献的佛学大师和著名旅行家。玄奘原名陈伟，隋开皇20年，即公元600年，出生于河南偃师。他从小就对佛学产生浓厚的兴趣。13岁那年，被大理寺卿郑善果看中，破例接受他剃度，进入佛门，法号玄奘。郑善果十分欣赏玄奘的志向和才能，感慨地对同僚说，这孩子风骨难得，将来必能成为佛门高僧，可惜我年岁已大，看不到他成才的那一天了。随着玄奘对佛学研究的深入，产生了许多疑问。他发现当时国内翻译的佛经很不齐全，已有的一本也有很多前后不一致或令人百思不解的地方。为了寻求佛经，弄清佛学的真实含义，他决心到佛教的发源地印度去学习教义，寻求佛经。在家喻户晓的名著《西游记》中，以玄奘为原型塑造的唐僧是一个书生气十足、慈悲而又软弱的人。他能去西天取经，全靠他的高徒们的本领。而玄奘法师却是一位性格坚毅、志向远大的非凡人物。他为了追求真理，只身一人穿过戈壁雪山，克服了无数艰难险阻，跋涉万里到了印度。他在著名的印度纳灿陀寺等地潜心学习佛教10多年，终于融会贯通，
学成回国。公元645年正月24日，玄奘经过17年往返50000多里后，终于重新回到唐都长安。他出国时才20多岁，返回时已是一个头发斑白、历经风霜的47岁的老法师了。从贞观19年，即公元645年开始，玄奘在弘福寺主持了译经工作。由于他对佛学有极深的研究，又精通中文和梵文，所以译出的佛经不仅意思准确，而且文辞恰如其分，在中国翻译史上写下了划时代的一页。玄奘的译经工作长达19年之久，在他去世前一年的冬天，完成了我国佛教经典中卷帙浩大的大般若经600卷。在19年时间里，玄奘共译经论74部，1365卷。玄奘无疑是我国翻译史上不朽的巨匠。玄奘在翻译佛经之余，创立了唯识宗，还撰写了一部12卷的《大唐西域记》，记载了他在10多年旅行中所经历的100多个国家的地理位置、历史沿革、风土人情、物产情况、宗教信仰等等，具有珍贵的史料价值。